你们是？俺知道，咱们是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的，你们肯定不会让俺一个人往前冲的，那也得瞅瞅啊！你说现在要剩下俺自个儿，你还咋办呢？ 就算怕，俺要扒回高家点，给你们的爹娘养老送终，等有错吧，这辈子还不起，下辈子俺接着还，你们还跟着别掉队，一路上保佑着俺。